Yes 九三三古德伊芙琳，你好，我是 Olivia。全球音乐焦点顶尖乐坛盛会第十二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今年就在新加坡。Taking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things have changed. One thing remains, that they will always serve each other. And even though those days have gone, they know here is where they belong. There's some kind你听到这首歌的这个开场曲啊、你应该知道这个开场的部分，你应该知道，哎，因为很多的学生都在听，每天在学校听，一听就知道是今年我们国庆的主题曲。对啊，现在啊、很多小学朋友啊、中学朋友啊、大专朋友啊、都在积极的练唱这首歌，包括我们，因为8月9号国庆日，我们就要跟他一块唱了。是，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呢，请到了两位呢，跟我们今年2012年国庆日有关系的主要人物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陈子谦导演 ，Royston Tan， 欢迎，嗨，你好，大家好，我是陈子谦，对，这次陈导演呢是这个虚拟合唱团的这个导演，是 Virtual Choir， 对，特别 Virtual Choir， 是，我们等一下请他来讲到底是什么。对对对，另外一位呢，哇，那天呢我看他穿这个怎么样、非常漂亮的这个晚装，嗯哼，啊，那个舞台升起，他就跟小女孩一起唱这首歌，哦，真的是太漂亮了，像仙女下凡一样，何止。
Olivia， 嗨，大家好，是 Olivia， 是 Olivia。这首歌啊 ，Love at First Light， 是啊，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那个感觉怎么样？你可以形容一下吗？感觉就是我马上直接能够感受到歌词的讯息，就是很容易传达给大家。嗯嗯，而且我觉得是朗朗上口，老少咸宜，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重点，而且歌。就是有带一些重点，就是在说明年轻人的勇敢，在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且也有带出一些新加坡的熟悉的景物，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我也能够。对，是，哇，这个 Olivia 每一次见他呢都有进步。因为这次身份更加的不一样，对，你知道吗？其实很难得，本地歌手要争取那个机会来在国庆庆典演唱主题曲。对，然后因为接获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激动吧？我想那个反应就是意外的惊喜了。对，然后我听说那个 NDP 的committee。他们就是有直接联络公司，然后他们也跟我说分享说NS Man 就是他有请他们投选啊，希望能够看到谁，对对对，选到我就觉得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是，你知道每一次呢像有你在，他们 march pass 也是有一种鼓励哈。他们看着你啊，哎，现在还流不流行在他们帮里面贴那个海报的哈？应该还流行，流行。可是我觉得怎么样？除非下一张 Olivia 是穿 swimsuit 啊比基尼的，你知道这样的这样。走的是不一样的那个路线。对啊，所以 OK 了，还是会贴的啦，应该会还是会贴。那 Royston 这次呢是他是军中情人啊。对啊，那你是怎么样被挑选中你，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跟也有他的 booster 吗？我有我的 booster 吧。你的 confirm 也是 committee 的，我跟你说。我是吗？对对对，我想应该是之前的一些作品吧，然后跟好像跟各阶层的人一起合作，然后这一次的 Virtual Choir 就是要动用到很多来自各阶层的学生，甚至咖啡店的 Uncle Andy 们，我们也邀请他们录制这首国歌，然后把这3000个作品呢全部拼凑在一起。哇，那怎么样去寻找这么多的朋友一起来唱国歌呢？哇，其实新加坡人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当我们宣布说要有这个 Virtual Choir 的时候呢，然后大家都上网，就直接把他们的那个这个 video recording 把它录制，然后就 email 给我们了。哇，就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来拼凑在一起。花了2个多月哦。是，其实那个效果还。其实上个星期我们还大家都不大够睡眠，因为临时有大概500个作品又 email 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连夜赶工的把他们拼凑在一起，这样子。是，所以现在已经截止了吗？是，终于截止了。对，要不然你会很辛苦。对对对对，瘦了一点点了。这个 Virtual Choir 的这个概念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平常我们在国庆庆典，我们唱第二次国歌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国旗飘扬。是。但今年的画面就不一样了。是。那么这次呢 ，Olivia 被选为就是唱我们2012年的这个国庆日，就是这首主题曲的歌手，我们刚才说很骄傲，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当然 ，you know，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998年的时候，我在念中医，那年就是我的学校所有的中医的学生都被选去参加国庆庆典的演出。那我还记得就是。彩排为期半年之久，然后就是风雨不改，还是要继续的彩排，所以还蛮辛苦的。但是我还记得那年的主唱的就是陈洁仪 Kit Chan， 然后40年后，完全没有想到我变成今年的主唱者，所以我觉得还蛮荣幸的。而且这一次的我觉得每一年我们新加坡人庆祝国庆，就是想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当然就是觉得很开心。而且这次跟他一块唱这首歌的还包括了一位7岁的小女孩，是 Natalia 这个女生跟她非常棒。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就是配合培养更好的默契？培养
就是彩排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一个小孩，然后他就是很聪明很亮丽，我觉得整个过程中有他在，真的有一些怎么说童真的气氛，所以很棒，我也不会觉得很孤单。那 Royston 这次呢，你因为是很多人把他们的这个录影 email 给你，是里头有没有一些是让你受不了的，让你捧腹大笑的，让你很喜欢的，很感动的？ 我觉得当然是有一些比较不适合放在里面，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些会跳舞啦 hip hop 用的国歌，然后我觉得那个比较不适合。可是有一些我觉得好像一位来我们的印度籍同学的一个作品，就是他用手语来表达他爱国的那个精神啊，那个哈，他虽然是没有发出声音，可是你可以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哈，听得到是这是从心里面唱出来的，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当然还有来自澳洲和美国的新加坡人哦，对，他们也 email 过这个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人民的一个大家集体回忆、集体一起唱的一个 project。所以你在看到这些片段的时候，你在做剪辑的时候，即使再累，我相信你应该也很感动吧？感动，而且我已经真的可以背好我们的国歌了，因为已经好像每当我们开始做剪接的时候，对吗？就是我们要开始做一个 mark in mark out， 所以如果有3000部作品的话，我们就要看3000遍，然后就要做3000个 mark in 和 mark out。所以之前的一些咬字的一些问题啊，我看都已经。在这里 autocorrect 好了，要衔接的很美嘛，是的，对不对？哇，所以每个画面剪辑来的时候，我看，哇，真的是会让你看到目不转睛哈，眼睛真的很疲惫哈，真的很疲惫。可是还好，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帮大家帮忙来把这个顺利的完成。对，因为很快的嘛，8月9号就是我们的国庆日。是，刚刚在8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有最后一次的那个总彩排。是那么在总彩的时候，我相信陈子谦导演也在现场，对吗？我没有在现场。你不在现场，因为我们还在做最后的一轮的剪接，把它弄得更加好。对。哇，那你只有在8月9号的时候才可以看到那个，对，看到自己的完成。8月9号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惊喜。其实 Olivia 也是这样子，我一直不想要看他的那个 segment， 我想要在当天的时候啊，给我一个震撼，给我一个惊喜。对，因为他登台的那一幕，听说是很非常非常震撼。我也期待看你的。我刚才就跟 Olivia 讲，我说你一定觉得那个感觉很棒，会起鸡皮疙瘩，因为因为你一唱完了，后面就已经有烟火了。对，而且我是要升很就是12公里的怎么说平台啊哈，所以这样徐徐的升上去的时候，那感觉就说哦，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对啊，很骄傲。对啊，人家是仙女下凡，你是美女上身。OK， 那我们请 Olivia 继续还有 Ryzen 呢继续跟我们分享哈，他们的感受。时间已经是5:52了。